朋友们好呀，模拟器高清版进行了多项优化，即将在新赛季和大家见面。现在就让本汪为战士们介绍一下优化了哪些内容吧。新版中我们上线了全新的 UI 界面，在原有的 UI 基础上做了精简和优化，希望战士们可以喜欢。现版本中模拟器高清版可以支持极致画质和144帧同时开启，现在可以支持180帧了，战士们快去设置中开启体验一下吧。战士们可以在设置中调整游戏内 UI 透明度了，像兽普我一样，如果把局内按键透明度选项调整至0，则可以完全隐藏血条5。